精彩感人，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他的梦想，我又不喜欢做梦，我只想要钱。钱？没错，谁不喜欢钱啊？你把我摆在公司里当吉祥物，总不能说百八十万的碎银子就把我给打发了吧？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，奶茶我爱优乐美。就是莫小仙。怎么样？这是从我爸电脑里发现的，日期是在他出事的3天前，是从他的相机储存卡里导出来的。沈世杰，还有两个音频文件，我爸有录音的习惯，他觉得案子有疑点都会记录下来。这个想法很离奇，但是他很恐惧也很认真，他还当着我的面跟在风箱生的后面喊申世杰的名字。风箱生并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在后来的视频当中，我发现风箱生听到申世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的手下意识地做了攥拳的应激反应。这说明风箱生和申世杰很可能是有联系的。今天上午去了风箱生的办公室，跟他提到申世杰，他说他不认识，他在撒谎。风箱生和申世杰的体型非常相像，而且容貌也有相似的地方。柯莹作为申世杰案件当中的受害者，他会不会认错人？从另一方面来讲，受害人对加害他的人会有特殊的认知，他的恐惧从何而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奶茶，好了，今天的答疑就说到这儿了，如果有什么还不懂的，下课之后可以单独来问我。下课吧。你拉着我干嘛？你告诉我，你刚刚想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柯老师，问一下怎么回事。他会告诉你吗？他可能告诉你吗？他要真肯告诉你，在你被殴打了之后，他会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？你现在去问他，他还是会一样的说不知道。风箱生到底是不是申世杰，只能靠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去查。你现在去问柯老师，说好听点是无用功，说难听点就是打草惊蛇。柯老师是好人啊。是，他是好人，但是好人也会被坏人控制，成为帮凶。你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？哎，你俩干嘛呢？马上上课了。莲莲，你还不走啊？等一下就走。好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您拨叫的用户忙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subscriber dial is busy. Please try later. 强哥，强哥，走吧。都办利落了吗？办利落了，五哥的气场老厉害了。哎，兄弟们给力！对，嗯嗯。哎，你们呀，还是太磨叽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别叫我师傅。美莲，师
师傅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事儿不怨您。说这杰哥杰哥的，我入行晚，也没机会见见这杰哥。哎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厉害人物啊？哎，你说杰哥呀？对啊，嗨，那可是道上的传奇人物。我听说啊，他是个孤儿，13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混街头了。那家伙心狠手辣，奸诈狡猾，在当时可是出了名的。嗯，刀尖还记得吗？记得，狠角色。对啊。那在杰哥面前，哼，乖的就跟个猫一样。这么厉害、啊？那相当厉害了。你说让我说你们点什么好？嗯，这是作死呢。这话要让二叔听见，都得把你们的舌头割下来下酒。还不把车弄过来？哦哦，开车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哥，这手还是有点软。我这不急于努力吗？慢慢来。有点软。晚上哥几个聚金宵啊，今儿我请客啊，都别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发到我电脑上。没错，恐怕就是你的那个柯莹泄露给他的。哎，你那个二叔叫来没下场去他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样，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这儿不是招人吗？有个女孩过来应聘。人长得怎么样？机灵吗？长得挺好，也挺机灵的。那就留下呀，这有什么好叫我看的？不是。这个女孩之前在我们这儿做过。听说你上次离职是因为打了客人，是他先骚扰的我。你还是学生吧，你应该知道，在咱们这种地方，类似的事情避免不了。我以后不闹脾气了。这是性格问题，和脾气无关。以前无法忍受的事情，以后同样不能忍受。小姑娘，回去好好念书，这里不适合你。看见。
赶紧！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赶紧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保证，我保证不打客人了。勤工俭学的地方多的是，别来这种地方。赶紧，赶紧！缺钱用。来这儿的都缺钱。看见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我爸妈没了，我从小就和我奶奶过。虽然有助学贷款，但是我奶奶生病了，急需用钱治病。我也知道，您说，勤工俭学的地方特别多，可我白天得上课啊，我只有晚上有时间。我也做过家教，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安全多了，至少人多。唐姐，唐姐，唐姐，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？哎呀，素素她端酒的时候不小心磕门上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妹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看看，还好只是皮外伤，赶紧送医院，去叫车。哎，走，慢点啊。好嘞。谭姐，我这怎么弄？我这缺人，这都走俩了。哎呀，人命要紧呐。我来啊，我可以替啊，我熟悉业务。嘿，真是该找，那就辛苦一下，把客人照顾好。谢谢谭姐。走吧，你跟我上去。哥，有问题啊？哎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哎，放这边。这样吧，方先生，请喝酒。忙你的吧。谁呀，哥？没谁。可惜啊，黄金还是让他们运出去了。这事儿您没收处分吧？小五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儿。由于你的情报，我们及时布控，那批黄金已经全部被我们拦截下来了。真的？小五，你立了大功啊！我已经向上级申请对你进行嘉奖了。对我进行嘉奖？这不是你是这有奖金是最好的。有啊。我就随便那么一说，在我这儿荣誉高于一切。那什么，我现在混得还不错，上有老大信任，下有小弟们帮衬，哇，走到哪儿都是一声小五哥。这大哥，您这什么眼神啊？啊？这，哎，
柯莹的事儿，我让人去查了一下。自从他跟风萧生订婚之后，他就进入了风氏集团做风萧生的特别助理，一直在查公司账。风萧生自己就是董事长啊，他干嘛自己查自己啊？今年初，风氏集团内部因为业务发展方向问题，产生了重大分歧。说白了，就是风勇跟风萧生父子两个人闹矛盾。风勇当时找了几个大股东联合起来，差点把风萧生给挤出风氏。就因为这件事，风萧生在今年三月份出走欧洲。他不在的这大半年呢，一直由公司的 CEO 王长军掌权。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要查那个王长军呗。应该是吧。目前来看，柯莹不仅仅是风萧生的未婚妻，还是他的得力干将。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，所以说小五，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，人心难测呀。知道了。你那儿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没有。风萧生最近让我好好休息，每天都跟着老油枪他们会会所呢。时间不早，我先撤了。走吧。钥匙打开。连连，你要的文件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乔宇去哪儿了吗？乔宇？不知道啊，请假了吧？接下来还需要查什么？我想看一下集团事业部正在运作的项目。好，我叫小安，一会儿去事业部把所有项目的文件都给你要过来，然后我给你送到会议室去。我觉得还是在你办公室看比较好，不会引人注意。我可以在你休息区看，不会影响你工作的。好，没问题。
喂。喂。对。是我。下午有空吗？一会儿吃个饭。好。一会儿见。坐吧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好。最近有一个记者给了我一份新闻稿件，你是专业人士，帮我鉴别一下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请坐。这篇新闻稿你们从哪弄来的？一个记者给的。不可能，乔宇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对他又做什么龌龊的事了？强迫他做了什么？这绝不可能是真的。这是邢老师的家，你们是像对邢老师一样的对他了是吗？强迫没强迫，你自己打一个电话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？他的电话我根本打不通。打不通。喂，乔宇，还不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们又去威胁了乔宇，那今天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把我也一起解决了是吗？那我倒要听听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对付我？故技重施，有意思吗？总来威胁记者，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，但阻止一篇假新闻，应该的。你说我这是假新闻，
难道不是吗？这本来就是一篇东拼西凑、捕风捉影的东西。这是我调查出来的真相。真相？真的都是你自己查出来的吗？董事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没说。那我就不等他了。行，那我安排车送你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们上次是怎么进的材料仓库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不是要查真相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说，你们上次怎么进去的？翻墙。你先，我先。哎，你是董事长，这是你们家的厂子，你干嘛非这么近呢？那我总不能在这个时间带一个记者大摇大摆的从正门进吧？你到底进不进来？说不定底下人骗我呢，库房真的是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这里边有条狗。哎呀！这就是你说的空仓库。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没看清，再说我没进去，进去的是乔宇。好了，去下一间。哎，用了，可以了。你确定？
晚上有空吗？一会儿吃个饭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集团奥星车项目的技术总监 David， 这位是连记者。你好。Hello。那你们聊吧。没关系的，你在更好。David 先生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请问二位需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的，戴维，不好意思，我能看一下你的护照吗？谢谢。这本护照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。小姐。我只有这一本护照。之前的照片是谁发给你的？不方便说是吗？不是不方便，是我也不太清楚。之前是一封匿名邮件。这是伪造的，这是诬陷的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一定要报警。戴维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能报警。戴维，你把电话放下。好，坐下，冷静。如果一旦报警的话，就会惊动媒体，消息很快会在网上出现，变成各种谣言，对风氏、对奥星车的项目没有任何的好处。连记者，你是媒体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知道为什么乔宇会敲诈我吗？知道为什么？我明明知道稿件是假的，还是要付款呢。一个道理，作为合法经营的企业，我们谁都惹不起。冯先生，我刚才演的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！哎，啊！哎，哎！
小姐，有事儿啊？让冯笑生接下电话。哎，冯先生没和我在一起啊？喂，喂，皮裤。哎，五哥，干嘛呢你？来，喝酒，来。哎，龙头，找谁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好像送错房间了。走，来，喝酒。喂，柯姐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小安啊，抱歉，这么晚还打扰你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董事长今天晚上跟谁吃的饭呀？怎么了，柯姐？董事长还没回来啊？没有，他回来了，喝多了，钱包不知道丢哪儿了，我想帮他找一下。董事长只叫我订酒店，没说和谁吃饭。他订的哪儿啊？订的环阳路的新月酒店。董事长钱包丢了吗？那我马上过去找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打电话给前台就行了，你别管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你见到他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，他肯定会生气的。刚刚我跟他说他喝多了，不乐意呢。笑声，你别动。哎呀，我给你倒水就行了。小安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好的。就是这儿啊，莲莲。我知道你跟柯莹是朋友，因为我介入他和杨宇德感情的事情，对我有很深的成见。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对我的成见变成对风氏集团、对奥星新能源汽车的偏见，更不希望你带着这些偏见去撰写你的新闻。你误会了。是吗？是没有成见，还是没有偏见？没有偏见。那就好。和你分享一句话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亲眼所见才能算数。再亲密的人，都不要轻易的信任。谢谢你的忠告。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说亲眼见到的才能作数吗？永州新城的化工厂是我亲自去调查的，你怎么解释？化工厂？对啊，你们强迫原来的化工厂关门倒闭，将一块工业用地变成一块商业用地，开发房地产，从中谋取暴利。这么大的风，要不要上来说？不用了，我只想听到你的解释。这个项目不是我负责的，我不清楚。你是风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清不清楚，那都是你的责任。我没有想推脱责任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有时间，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集团实地调查，所有的项目资料都对你开放，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调查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违法违规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那就一言为定了，冯先生。快回去吧，别着凉了。阿成啊。哎，经理，这位小姐说今晚在咱们这儿吃完饭离开的时候，钱包可能掉到大堂了，想看一下大堂监控。好的，几点？大概6:30左右吧。嗯，她当时没太留意，但买单时间是6:30，就看这个时间段的吧。好的，就好了，您看一下。好。喂。
怎么没看到你出来啊？嗯？哎，哎，搞什么？你怎么回来灯也不开啊？吓我一跳。干什么去了？视线尽头，给。